12月6日，赵本山的女儿孕照曝光，整个人韵味十足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近日，球球晒出和老公的孕期写真，让人眼前一亮。球球很少更新自己的动态，所以这次看到她的孕照，很多人都感到惊喜。画面中，球球的孕期状态非常好，她的脸和身材都没有变化，只有肚子变大了。她穿着粉色和米白色的衣服，头发和妆容都很漂亮，还拿着可爱的玩偶和零食，显得很有气质。和老公的互动也很甜蜜，他们手牵手，笑容满面，看起来很幸福。球球和老公是今年情人节领证结婚的，他们的爱情很浪漫。7月份的时候，球球晒出了验孕棒，宣布自己怀孕了，还说世界又多一个你，而我们又多了一个世界，很有诗意。球球的老公也很疼爱她，他们相爱4周年的时候，还晒出了夫妻合照，他温柔的抚摸着球球的肚子，很有爱。球球的爸爸赵本山也很期待小外孙女的出生，一定会很宠爱她。最后，也希望球球能够顺利生产，早日抱上宝宝，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